的时候考虑最多的部分是，哎呦，娘娘，character，那是角色，角色，哦，뭐일단1차적으로는제가이전의작품에서뭐했던캐릭터는아닌지그리고이캐릭터를함으로써어떤걸내가표현하고싶은지뭐이런것들就是可能先考虑一下我之前的作品演绎的这个角色跟现在有没有冲突或者是一些关系然后我想通过这个角色想表达什么就是关于角色的一些这样的想法那我想问问大家你们最喜欢李敏镐演的哪个角色然后他除外了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话题像小狗一样的女生和像小猫一样的女生你喜欢哪一类猫应该喜欢像女生一样的女生吧狗猫哦나真可爱지밤엔고양이白天是有点像狗小狗狗然后晚上像小猫他喜欢猫狗混血哎呦좋지않아你不觉得很棒吗맞아요너무좋아요所以如果像现场混血猫狗的有哪些여기油炸塔네어때로는그좀강아지처럼귀엽고그런면도있었으면좋겠고또이제고양이처럼좀시크한그런면들도다있었으면좋겠어요因为我喜欢有时候像小狗狗一样稍微温顺可爱一点然后呢有时候要像猫一样性感高傲一点那在生活里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女生经纪人不会杀了我아니요없어요없어요目前为止还没有근데우리는여기청구많이있어요中国有很多啊어디있을까요在哪儿呢所以以后有没有想法要找一个中国的女朋友저는진짜로중국의친구들을좀많이사귀고싶어요说实话我真的真心想多交一些中国的朋友그래서좀이렇게중국어좀잘하고싶고약간그런욕심이있어요然后呢也可以跟他多练习练习中文什么的我有这种野心对啊说到中文接下来这个问题就好了最近学会的中文是什么我待会儿要问一下跟谁学的我来看一下啊啊你真棒你真棒哇你真棒说的标不标准是跟中文老师学的吗네어이거그냥중국어하시는분한테배웠어요跟我身边会说中文的人学的男生女生아니요여자여자女生女生아 congratulations OK 下一个问题开玩笑下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好在我所有的内衣中哪种颜色最多吓死我也迫不及待的제가그일본공연할때이런속옷에관련된얘기가나왔었어요그저는궁금해요남자가어떤속옷을입었을때가장좀무난하면서괜찮아보이는지其实我在做日本的活动的时候关于内衣的问题特别多所以让我很好奇在女生眼里男生穿什么样的内裤是最性感可以的健康的이건제개인적으로궁금한거니까부담갖지말고아你们不要有压力刻意去回答因为这只是我自己好奇的部分黑色뭐가나가요뭐가什么样的好呢他就有黑色我好期待这个答案아너무더워요블랙검정색黑色你们喜欢黑色吗那就很正常的是最通常的最可以很看起来很平常的颜色我觉得有人说你穿什么都喜欢就那个女生就那个那啊有人让我问一个说你今天是什么颜色
오늘도 검정색이에요? 今天也是黑色。 저는 좀 특별하거나 중요한 날에는 항상 검정색을 입어요. 对我来说比较重要、比较特别的日子里面，我都会穿黑色。 这话题好棒哦！再聊会儿吧。有人说要不要聊了还？要！啊，那个泳裤是什么颜色？泳裤。수영은 제가 그 얼마 전에 사서 아직 못 입고 있는데 레오파드. 레오파드. 游泳衣的话，我前阵子买了，现在还没穿，是豹纹的。 샀는데 아직 못 입고 있어요. 시험 때문에 못 입고. 但是我买了，还没来得及穿啊。 什么？ 他说现在穿。开玩笑，开玩笑。啊，지금 입고 나오라고요? 你们是让我现在穿出来吗？ 好吧，可是，可是我说到这个话题，我觉得就是又不想停了，就是如果你将来，我还能问吗？我爱你们。接下来如果找女朋友的话，如果约会的话，你会希望就是如果一起去游泳，你穿你的豹纹，然后你遇到那个女生，你希望那个女生穿的泳衣是什么颜色？你们可以以后都穿着这身泳衣来看那个 fan meeting 啊。 세 가지 정도 있는데 검정색이나 핑크색이나 레오파드. 我心里想想的大概有三种颜色，要么就是黑色，要么就是粉色，要么就是跟我一样的豹纹。 중요한 건 무조건 비키니. 最重要的一点是必须要穿比基尼。那下回我们可以把 family 开到这个沙滩上，大家一起穿着比基尼来，好不好？哇，那他们两个都是好的。但我觉得那样的话，这里的很多人会不会来的。会不会来？约定吗？对。 기회가 된다면 추진해 보도록 하겠습니다. 好吧，有机会的话在游泳池开粉丝见面会。好了，不能再往下问了，再往下问有可能他的 fan meeting 你们一辈子也见不到我了。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我最喜欢的天气和温度。